阿 Joshua 想問一下咧，即係好多家長咧都會好希望小朋友聽話咁啦。咁其實啊，我哋可以點樣做到令到小朋友真係可以聽話咧？咁我哋都講過話，好多時要喺小朋友嘅角度出發啦。我哋第一樣嘢要諗，究竟小朋友點解要聽家長話咧？就好似我哋打工嘅，點解我哋聽個老細話咧？咁基本上嚟嚟去幾個原因啦。第一，為咗生存啦，我哋同小朋友都要食飯噶嘛。第二就係更加重要啦，就係個關係。我相信佢教我係為我好嘅，就好似我哋俾老細鬧咁。有時候你相信個老細係好嘅，佢就算鬧你，你要嘗試聽下佢講乜嘢。所以關係先係令小朋友聽話最重要嘅元素。點樣你會覺得關係好嘅話，反而容易糾正到佢嘅行為啊，或者諗法啊咁之類的？係，即係我喺美國受訓學一啲 parenting model 咧，其中一樣我最中意嘅 model 咧，就係講我哋叫小朋友做一樣嘢要改變咧，就好似個金字塔咁，最底嗰一層咧就係你同佢嘅 connection 啊。咁我總結嗰個 model 就係話 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。你要改變任何嘢之前，你要跟他有個大家是互相信任，另外就是在關係好的時候多一點試一下聽一下他在說什麼，他的世界是怎樣。我們大人很煩的嘛，經常覺得他說話都九唔搭八的，不知道不想聽這樣。但其實你細心聽的話，他在說很多他的世界的故事是怎樣，而最重要的是當他知道你在這裡聽的話，他會覺得你了解他，他會比較相信你，覺得你是可以溝通，覺得可以為你作出改變。